哎呀，我正要讲的时候，我发现上面这个水是可以流动的，里面有一股很重的、很重、很重，像是烧焦味。现在是我刚拍二零盒子的半小时之后，我要连续三天的记录它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是要去外面拍另外一个都市传说，叫做黑色出租车脸帽的男子。我等一下会随时的观察他，就把它打开来吧。哦，那个焦味还是很重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是快19分嘛？对，那今天是31号，也就是礼拜四。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看到三号的12点，好 ，OK， 那我出发，不知道他们是电话，好，拜拜。记得问你好，记得好，来，再等，再等。我想跟大家说，我刚刚在路上去玩那个都市传说嘛，烧鼠尾草，所以我说了我大麻，给你们看，这个很好笑。对，等一下我想先检查一下摄影机，我其实不太觉得这个东西很恶，只是头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，有可能是窗户，我去 check 一下吧。哎，它就像魔术一样就消失哎，大卫魔术哦，哇塞，怎么讲？盒子也没有动，好像是风吹的那种感觉，但就是很好笑，它两下就不见了，咻咻就不见了。我等一下把窗户关起来，才可以避开这些嫌疑嘛。哎，那我要先去洗澡，那就继续放给他录吧。傻眼哥刚刚记忆体不足，他问我回来拿衣服，清空了很多东西，我们就。继续吧。各位，现在是要结束我们的一晚上的总结。我发现
两个比较好笑的地方，那个头发他自己瞬间移动。第二个新发现的就是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对，好像有一个伤痕。我刚刚洗澡的时候看到的，我马上拍下来。我觉得就几天有待观察。院长取了件。大家好，看到这样就知道我刚刚起床。现在时间呢是我们第一天早上的记录点。在这个 moment 呢，我想要跟大家说，目前我是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异状，位置似乎也都正常，我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舒服。那等一下晚上的时候会不会录到一些什么，就期待一下完全发生事。OK， 大家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一天的第一个晚上。你们可以看到我在这边还在继续的录，其实一整天的时间大部分都不在家。我也不晓得这个侧录有没有录到什么东西。那我现在为什么戴着口罩？因为我一直闻到那个箱子的味道。后来我有去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，说上面的有可能湿毒，还有说那个墨水越渗越开。但后来其实墨水并没有越渗越开，不然会有滴墨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。今天这就是一个没什么心得的结语，因为我基本上都在外面，我去健身房去干嘛的，回来看到，哎，他还是很正常的坐在那，闹钟也是很正常的站在那，一切都很安好，就像结婚进行曲一样。洗澡见，拜。
天听到嘣一声，我已经两次听到冰箱发出声音嘣一声，然后这个就这样，我一回头这个就。